72岁的阿宗博一人需照顾脑损瘫痪儿子和行动不便老伴，但他去年10月才因颊黏膜癌复发进行手术。这样的时段，你就安尼啊，你就住着啊，你就爱出紧紧家的，唔你迄间会再较好去，对不对？你若放好去，你嘛放袂落啦。过往靠儿子阿斌从事贴瓷砖零工及阿宗博两老做洗碗石新工撑家，但新年初阿斌却因感冒病菌感染心脏内膜，造成呼吸衰竭及脑神病变，现意识不清。阿宗博老伴也因腰椎压迫至神经，行动不便，需人照料。我是不要拖累伊啊，我是讲我来走，我先走，卖话你去甲我顾，甲我拖安尼。我爬楼顶爬不起，拢因咧搞我擦搞我，因咧可怜咧，连早搞我只不巴倒咧。阿宗博一家三口仅靠两老老人年金7000多元，但房租及罐罐营养品就要15000。啊，我经看过咧，啊，佮即阵个来讲，佮拄着即有爱可怜，袂拢起了许。伊就家伊啊，啊袂伊个无法做。若讲放弃吼，啊，即家庭就散了，真正啊。